涮火锅剩了一把小青菜，给酱。不是吧，干饭机器还能出故障的吗？给个面子嘛，吃一口尝尝。嘿，我就不信了，怎么会有我搞不定的小老鼠呢？院长生涯首次出现滑铁卢。哦不，他吃了。哦，他吐了。打个商量，两颗瓜子，藤椒。看，哄小老鼠吃蔬菜多简单呐，比哄人类幼崽容易多了吧。啊，这个咀嚼的声音真的是心旷神怡呢，感觉可以送他去哄睡栏目打工。我寡子呢？你在笑什么？他有没有分辨出来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是假的呀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你这个糟老头，挺坏的。